家属信奉基督，临终时应该用基督教的方法办法去超度，还是可以用佛教的方法？他生前反对佛教，弟子担心他会起嗔恨心而堕落，请老法师开始。他生前不相信，他死后你跟他诵经回向啊，他就会相信。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如果真正相信基督教也不错，为什么呢？他不堕三途，他升天了他到天父那里去了。那个天呢，从他这个经典里面去研究应该是属于忉利天。为什么他欲没断欲没断呢，生的是欲界天。欲界往上面去的时候要修定他没有定功所以多分的时候在四王天跟忉利天在这个界这个层次里面。那么四王忉利天呢，佛菩萨去讲经说法的很多他还是有机会问到佛法。